周柏豪暴急比分，豪掟80000娶拍拖8年女友。2016年临近尾声，娱圈喜事重重。上周六就有一件极神秘嘅婚讯，一对新人就系啱啱踏入32岁嘅周柏豪同佢拍拖8年、任职 IT 时装买手嘅女朋友 Stephanie Ju。佢哋两个连同60几位亲朋好友喺泰国暴急嘅5星级酒店入边举行神秘沙滩婚礼。据知呢场5星级嘅婚礼所有使费估计最少200万港元。结婚当日会场早已放好咗灯啦，同埋鲜花。左右两边就围上木板，中间则放入白纱门框，感觉非常温馨浪漫啦。而会场入边就见新郎哥穿上黑色礼服，扯好个头，管制乖乖咁喺沙滩上面等待外父大人带太太出场。当接过太太之后，一对新人就接连宣读誓词。喺解换戒指之后，周柏豪仲兴奋咁双手拥抱太太，而新任周太亦都喜极而泣近3分钟，场面令人感动啊！